哎呀，求求你了，让我通关呐、啊！哎呀，这些机器人啊，不给我喘一口气的。Oh my god! Oh my god! 又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浪哥，今天要来玩恐怖冰淇淋七，终于来到第七了。上一款第六呢，真的是让我相当的困难才能通关啊。那么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七又是怎么回事吧。过了这个第七，我终于可以看最后的恐怖冰淇淋八了。Find Liz anywhere. Wait a minute. When we escaped from Ron, do you remember which pipe she went down? I think it was the blue pipe here. What do you mean you think she went that way? Tell me for sure. Right now, Liz could be dead or worse. You're doing what we can, Mike. Calm down a little. I don't want to calm down.I'm sick of looking at the screen and not seeing anything. Oh. No, don't do that. It's dangerous. You're making too much noise. Wow. Looks like the pipes have opened up again. Oh. Perfect. This is something else. That, I'm gonna go rescue your sister. Jay, when I enter the pipe,Keep pressing the button so that the lid stays closed. Please keep an eye on it to make sure nothing happens. 他们要找那个女生呢。All right, let's go. Well, we better do something soon.想办法逃出实验室并与朋友们重聚。 OK， 所以这一次是在实验室的。好的，那么这边这个是什么？ OK， 这边有三个部件，我不知道要来干嘛的。这边有路，还是一样乱走一通。这个呢？What？ 什么意思？我放了进去不对吗？不对吗？是圆的呀，那个洞。哦，我要放这个四方格的是吧？啊，这边。好的。什么打开了？干得漂亮。哪里？这边吗？哦，这边打开了是吧？OK， 我逃出来了，非常的好。接下来就是开始找东西了。这边有个什么罐中大脑。OK， 所以这个小罐子里面竟然有一个脑。嗯，脑要来干嘛？哈哈，吃掉来补脑吗？哈哈哈哈哈 ！My God， 这个写着门没电了。保险丝一定就在附近。OK， 给仓鼠起名，不要跟我开玩笑啦，我都不在意那个老鼠。在进入这里之前，你必须找到出口。这边有一张笔记，自我提醒：要是你又忘记实验室的门卡放哪儿了，那就去停车场的储藏室看看。门锁住了，看来你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才能逃脱。OK， 现在就可以进来这边了。这应该也是要换小孩玩呢。Liz， can you hear me？ You okay？ Mike， yes， fine。Even though I've been hanging around here for a thousand years， shall we go now？Liz, I finally found you. And Mike is with you. What a relief. Jay, is that you? How nice to hear from you. We need a key card to escape. It seems that Rod has one stashed inside a safe box in his town's warehouse. 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see if I can come up with something. What a coincidence. Looks like Rod is going to town. Ouch! What's wrong? Charlie, stop fooling around and follow Rod into town.
need you to get what he keeps in his safe in the parking lot. Okay, I'm coming. Okay, 所以我们要跟那个冰淇淋先生一起去他的储藏室。那个小孩在追那辆车。哦，又回来这里了。找到并打开罗德的保险箱，拿到里面的门卡。OK， 走啊，让我开始探索。所以我来这边的目的，哎呀，那么快就给他看到了。我来这边的目的是要找到他的保险箱。这些图纸，罗德在制造这个，哇塞，来得蛮快一下的哟。这里有什么钥匙？哎，找到青色钥匙。好的，这个钥匙应该就是打开那个保险箱吧。这个又是什么？哦，只是玩游戏的呀，我不要玩。我想快点找钥匙，就是真的。他的保险箱又在哪里呢？ OK， 这边有一个台球杆。哎呀，哦，哇，他每次都是哦，没有声音了，跟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再一次被锁在这里了。里面有东西吗？哦 ，OK， 好，我又出来了。哎呀，罗德在那边。嗯，哇，还是回来这个地图了呀。这边有东西，这个千斤顶是用在车的，如果在现实啦。 OK， 我还是要回去那个门锁上确保安全。 OK， 我要回去那个停车场，对，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东西啊。这个是不是用在这辆车的？哎呀，又被发现了，我扔在这里先。哎呀，他一直在这边的。还有我的钥匙掉了，刚刚掉在哪里了？我的钥匙在这里。OK， 然后我就是要找那个保险箱，在哪里哦？他的保险箱。哦，他在弄他的车，非常的好啊，继续慢慢弄吧，罗德。那保险箱在哪里呢？哦，我看到了，是这个吗 ？OK， 还需要多两把钥匙。OK， 接下来我去拿那个千斤顶。对，应该是用在车的，如果是现实的话，哈哈。来，哎，可以用是吧 ？Yes。太快了吧！我一下子死两次了。好，我再一次回来了。哎呀，又来了，绕个圈先。我拿东西扔它可以吗？快点捡起来，来，我扔。有反应哦，这样。好的，捡起那个什么钥匙，漂亮。OK， 我真的要习惯啦，拿东西扔它，不能一直跑哦。发现我一直跑，它每一次都突然在我身后的。OK， 我还差一把钥匙。现在我能想到的呢，还有一样东西我可以捡起来的，就是那个什么台球杆。对，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台球杆的，在这里啊，台球杆。好的。我不知道要用在哪里，我要去探索了。现在他又来了，我扔他先，扔。啊
嗯 ？What？ Nice。卡在他的屁股了 ，What the flip？ 关门，我去探子那边。你们刚刚看到吗？卡在他的屁股了。哎，这个是什么上面的？哎，等一下。OK， 有东西掉下来了。哎呀，看到我了呀！真麻烦啊，罗德你。我没有东西可以拿来丢它。哦，最后一把钥匙那么快就找到了。啊，这个真的是不会很难找。哎呀，他又来了呀。关门，走了。好，回去停车场。来了，我带着第三把钥匙了。哎呀，又来了。好的，终于可以打开了。来，门卡还有一份报纸。该校的修女声称 ，Sister Mandari 的兔子在一夜之间就大了起来，几个小时之后便诞生了。哎呀，我还没有读完呢。现在应该可以换回去那个小女生了吧？打开出口的逃生门，逃离实验室。OK， 我回来了。Hello。哦。哦，现在可以换人，就是换他们两个。OK， 走吧。我也不知道要干嘛，不过我手上这个门卡肯定有用吧？用在这个吗？读卡器。漂亮，原来就是这样用的，非常的棒，非常的好。这个呢 ？Oh my god， 罗德，你几时在我身后了？真是恐怖哦！躲起来。他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哦，你永远不知道他几时在你身后的。哎呦我的妈！好，再次出发。说实话啦，我真的不能死了，我没有第二条命了，我已经是最后一条命了。你需要一只能钻进通风口的小型动物。OK， 可能是那一只仓鼠是吗？我有看到的，可是我要怎样让那个仓鼠帮助我呢？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要找到什么东西来控制它。那个是什么？距离太远了。OK。保险丝盒，非常的好啊。没有东西。哎呀，小机器人，你不要进来这边嘞！哎呀，哎呀，哎呀呀，糟糕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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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快点啊，快点走哦！我的门卡，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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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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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啊！走了 ，OK， 走了。还好这边可以走的。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来呀来呀，抓不到我，抓不到我，躲起来。啊，我用这个小女孩找不到东西耶，我放在这里先。Oh my god， 罗德，你怎么可以这样 ？OK， 这边有东西，捡起来，躲起来。哎呦！好险哦！我捡起了这个是蛋白质，我是可以把东西交给另一个小孩的 Mike， 然后我换他吧，因为我不知道女生那边还可以做什么，我并没有找到东西了。用女生的小孩，这个又是什么？你需要找到东西来装它。OK， 我要装这个油，非常的好。我蛮怕的，我跟你们讲啊，因为我已经剩下最后一条命了，我不想死哎，真的不想。OK， 所以我很尽力的不想死。哎呀，被发现了！你可以用这一张工作台来做东西。OK， 做什么？做那把枪吗？还是什么 ？My God， 还在追啊！你可以找一个米尼罗德来帮你，不是吧？
所以这一道门哦，是需要那些机器人才能开哦。可是我要怎样让那些机器人帮我？这边有东西，等一下啊。哦，这个读卡器可以用吗？你需要二级门卡才能打开它。什么？又有罗德在那边。那我要怎样升级这个卡哦？这边有一罐东西，导电流体。OK， 这个东西呢，我暂时不知道用在哪里，我就把它放到去安全的房间，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这里。万一要用到的时候要回来拿就简单了。然后我换这个女神，我要去找一个办法升级这一个门卡才行，因为我用那个男生小孩麦克真的找不到升级的方法。哎呦，我找不到升级耶。哎呀，这个是什么？等一下，哎呀，不要再追了，你个垃圾。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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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会死啊，我不会死啊。来，来这边，躲，走了，先离开先。好麻烦啊，罗德你，我的门卡扔在地上了，过来这边，走，给回我的门卡。哎呀，他看到我了又！啊，糟了 ，no！ 第一次挑战永远都不会成功的，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了，所以第一次挑战通常都是失败的。我发现好了，那么这个是第二次的挑战了，我会尽力的通关的。这一次虽然我第一次玩也是在尽力了啦，说实话。好的，我再次回来了，花了一个差不多六七分钟，再次拿到门卡回来了，我一次都没有死了。OK， 这边升级了，来，快点。好了，这样我的门卡就变二级了。哦，来了，罗德。刚好我躲回去，我要把这个二级的门卡交给另一个小孩。OK，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的，我有看到有一个东西我可以捡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来的，我先过去捡了回来先。对，这个蜥蜴管。OK， 糟了，这个位置有点糟糕，来躲。没有闪。那个吸液管我大概知道用在哪里，看到有一个可以装油的地方吗？应该是用在油吧，好像是在这边。对，找到你了。 OK， 任务完成，现在可以回去换小孩了。我觉得漂亮，门卡也升级了，还找到了三样东西。这个升级的门卡可以帮麦克打开某一个门的，我记得。哇老耶，一开门就给他看到了。哦，在这边找到了，漂亮。我可以戴这个面具吗？不可以吗？回忆。 OK， I don't remember clearly. This pink dress is the only thing I have left from that previous life. You are my beautiful baby. You are a beautiful girlElisa. Elisa. I remember.
a lot of tall women dressed in black. A very large room and all in pink. Who is my mother? Is it her? That beautiful woman? Or is it something else? Some kind of monster with ugly teeth and a pale face. My God, how creepy.这个是一个空脑袋，他没有脑子哦，所以那个罐中大脑可以用在这里吧 ？OK， 然后这边是放油的 ，OK， 我两样东西我都知道了，我只是需要去拿那些东西来罢了。我要拿这个罐中大脑过去，是不是可以直接放进去那个机器人啊？或者还是要加工什么的？在我拿那个脑袋过去之前，我再用这个小女孩探索多一下。看看这个小女孩还可以找到什么东西。诶，这边有什么？这是什么来着？超级黏黏糖。还真的是找到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女生找到东西哦。哎呀，哎呀，走了。我觉得哦，她找到的东西就是要给那个男生用的，通常都是。OK， 所以这个糖果也是带回来先。接下来就是一直把东西交给麦克做事情罢了。首先拿这个脑袋过去先。这边留东西是什么？管道的电子坏了，可能摇一下就能松开。Oh no！ No！你们看我的样子，不知道你们能看出来吗？我现在已经是想要放弃人生了，又剩下最后一条命了。就在我读文字的时候啦，每一次哦，在读着那个文字啊，就死掉了咯。所以真的没有时间给你读文字啊，这个游戏。啊哈哈！哈哈Hello， 大家好，回来了。这是我第三次的挑战了。那么我又重新的把这四样东西找回来了。那我死了一次，那怎样死的呢？就是一出门就撞到罗德了，就是那样死的了。那么接下来重复的，用这个男生小孩去做出那个机器人来，还有那一把枪。我想尽量一次都不死的，真的好难哦。好难哦，每一次一出门就撞到他，能怎么不死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地方说可以修理那个东西的，肯定是修理那一把枪。我想把枪做出来先，把枪带去那个修理的地方。好，又被发现了啊，是这里吧，放上去。 OK， 机器人来了，躲一下过来这边，然后出去，然后开门，直接跑。罗德要来了，快点进去安全的房间。OK， 那么那个枪呢，应该是需要用到其他东西才能修理好的。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有一个导电液体，可能他需要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了这一瓶东西，什么导电流体，对，就是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应该是用在枪的。因为它是那种好像给它有电的嘛，是不是用在这里？漂亮，还差一样东西，还差一样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哎。哎呀，哎呀，又是这样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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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累啊，我好累啊，我好累啊！说不定是用这个超级黏黏糖是吗？现在我手上有的东西哦。我除了超级黏黏糖以外，我也想不到其他的了。OK， 做出来了，非常的好，直接给他一枪，我不管了，我不管了，直接就用了。OK， 罗德又来了，非常的好，给罗德一枪，忍你很久了我。
可以捡回来的吗？那个子弹好像不可以。然后这个呢？这个如果我打它呢，是不是会爆炸还是什么的？来 ，Oh my god！ 哎，真的，什么来的？你需要用东西来装它，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又要装它，装个毛啊！装，想看一个广告补一些子弹回来啊！好的，接下来把这个大脑交给麦克，带去机器人那边。来了，放上去。漂亮，终于有一点点进展了。接下来是拿那个油，那个油我知道怎么拿了，那个油应该是用这个东西吧。对，吸液管，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装油了吧。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我就不知道了。来，这边是吗？对，找到你了，白痴。好，放上去机器人那边。好的，来了。也许狠狠电击它一下，它就会动起来。什么意思？我要怎样电击它？用那把枪打它吗？还是什么？我去试试看，拿那把枪打它。然后这个可以吸起来吗？哦，这个可以的。OK， 这个液体我要来干嘛？我不知道啊，这个。好，那么我现在拿枪过去打那个机器人看看。然后呢，我跟你们坦白讲一声，我是看了一个广告来补一下子弹的。罗德，你在哪里？我忍不住哦，我真的好想打你一枪哦。好，他没有来就算了。OK， 来，这样好了吗？哦，现在可以用了。等一下，关门。哦，我要给他指令。哇，这个有点高难度哎，我要怎样操控它哦 ？OK。What? 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一个东西我不知道用在哪里，不过至少我很肯定啊，不是给这个男生用的，因为我已经探索完了的了。来看一下这个女生可以做什么，然后还有这个蛋白质，我还没有知道用在哪里。哦，用在这里的这个 ，OK。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蛋白质应该也是用在那边是吗？好，哎呀，这个机器人好烦好烦好烦啊，给我做东西啦。 OK， 我还有一发子弹，我的枪。哦，我忘记了还有这个保险丝，他说距离太远了，你得用某种带电的东西击中它。这个枪可以吧？漂亮 ，OK， 这边一定有重要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吗？这个，什么来的？稳定液，我知道用在哪里。这个肯，哎呀，求求你了，让我通关呐、啊！哎呀，这些机器人啊，不给我喘一口气的。Oh my god! Oh my god! 又来了。给我喘一下气好吗？我好累了，躲起来。哦，完蛋了。嗨，大家好，我是阿浪哥。那么可能一些你们会注意到我的衣服换掉了，然后这是我第四次的挑战了。OK， 你们看到我衣服换了。的原因呢，是因为其实这已经是下一天了，也就是说我失败了三次以后，其实我昨天已经没有时间再拍下去了，所以啊，这已经是下一天了。那么我不会放弃的，这是我第四次的挑战了。我先把刚刚我收集到的所有东西再收集回来先 ，OK， 然后我们待会再见。2000 years later. 好的，那么大家好，我回来了。经过我40分钟的重玩，不是开玩笑，真的是40分钟。我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收集过一次，现在剩下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弄那个机器人去开一个开关。那个机器人我研究了很多次，就是要放它进去一个小门。OK， 我现在过去，你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弄他走去那个开关那边的，对，就是这里，我要弄他去那个青色的开关。我研究了几次哦，我发现如果我发出那个指令是错的话，他就会撞墙的。我已经重试了太多次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输入正确的指令，他就可以走到去那个开关了。按，我相信这个指令应该对了吧，来来来，直接放进去，这一次对了吧。我大概试了差不多五次哦，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机器人，哎呀，又来了。哦，我可以来这边了。哦，现在我需要打开那个女孩那一边的出口。OK， 这个女孩的出口呢，大概我也知道要做什么，应该是要用那一只仓鼠。OK， 因为女生这一边呢，已经所有东西都做了，现在只剩下要弄那个仓鼠罢了。要怎么弄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对了吗？仓鼠好像对药字有反应了。什么？仓鼠死了？这个药不知道是怎么调的。 2 hours later. OK， 我试试看1 2 3吧。这样呢，这个是1 2 3，我试了各种各样的调哦，都一直死的那个仓鼠。这一次好了吗？求求你啦，你还要我试多少次？OK， 这个是好了吗？它变肥然后掉下去了。哎，那个仓鼠出来了，我拿到仓鼠了，终于花了我超长的时间哦，一直调那个药。OK， 我知道用在哪里，用在这里上。可以开了吗 ？Yes。哎。We're together at last. Get out of here, Mike. 哦，我以为我要操控那个麦克去出口那边了。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know. Of course, we can escape from here. We'll talk right now, but first, let's go to the boys.I don't want to say it in front of everyone. Hey, 终于成功了。Both well. Hey,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uh? Oh, don't run away, chubby kid. Come back here. I don't know how, but...Rod found me and followed me here. Chubby kids, get out of there now! Charlie, where were you? You should come back as soon as you handed over the key card. That doesn't matter now. We have to stop Rod from getting in. By the way, how nice that we're all together at last. Oh, chubby kids, get out of there now!好，通关了。这边还有一些动画，看他要给我们知道什么。哦，他来了。Sister Madeline 终于来到了他儿子罗德的工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在 Ice Cream 系列的最终作中找到结局吧。Oh no！ 不要告诉我恐怖冰淇淋吧，要对付恐怖冰淇淋还有恐怖修女两个哦。这个恐怖冰淇淋企鹅真的很难，我没有想到我要需要两天才能通关到，可能我自己玩得太烂了。说实话，我看有一些人玩到很厉害了。但是不是我，非常的可惜。我每次哦，没有发现冰淇淋先生在我的身后，或者我一出门就撞到他了。好的，那么还是一样，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点个订阅，不要再等了好吗？大大力的点下去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